我是一个不懂古典音乐，但是又很想试着去接近古典音乐的人。我翻阅过很多的书籍，但是一直都不得其门而入。直到最近，我发现了《古典音乐的不古典讲堂》这本书，跟一般传统厚重的古典音乐大全不一样。它就像它的书名一样，这是一本内容很丰富，但是阅读起来非常轻松有趣，甚至可以让你玩古典音乐的一本书。我特别希望能够介绍给大家。而今天邀请到节目为大家导读的是陈英哲先生，他在古典音乐里面有很深的涉猎，同时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欢迎英哲。主持人好，大家好。英哲同时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是的。那谈到这本书，我们可能要先来谈谈这个作者。我们在书的封面上看到了，他是 BBC 的型男主持人。对。他的名字叫盖瑞斯·马龙。先来介绍一下马龙这个人。马龙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受 BBC 的邀请去主持一些合唱活动的节目，因为他大学的时候是念戏剧，然后他后来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念音乐。那在这个他在念音乐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开始跟英国的一些交响乐团去帮助他们的教育活动，就像是台湾很多交响乐团也有到学校里面去教小朋友，或者是让大家更认识古典音乐这样的活动。那带着带着他就因为大家也看，如果看到这个书的封面的话，其实他长得非常帅哦，所以这个电视BBC 就邀请他去主持这个节目。那去年最特别的是，他邀请了很多在英国军人，他们在阿富汗出征的时候呢，留在英国本地的这些军人的眷属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利用唱歌来表达他们对夫婿的一个思念。这合唱团他们去年的这个 CD 单曲一出来，就打破了英国所有单曲的这个销售记录。然后3月他的专辑出来，也是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销售记录，让我们知道说歌唱合唱团这样子温暖的这个活动，还是可以让大家温暖人心的这个感动。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小时候我们都试着要去接触，那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也试着要对自己说，我好像应该要增加一点音乐素养，应该要接近古典音乐。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进了音乐厅，或者是买了 CD 回来听，感觉就是我真的听不懂，我听不下去。但是这本书其实很有趣的地方，它先破解了我们对音乐的恐惧。所以在书里面，它一开始就提到了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古典音乐这么难搞呢？他先讲到了破解我们的迷思，对吧？对。那因为古典音乐听起来就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是古典的事情。但是又看到一大堆，我们古典音乐就会想到很多的这个休止符啦、四分音符这些东西，然后又是一大堆好像是国外的这个已过世的这些大师们，莫扎特、贝多芬，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些音乐早就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四处都在，包括可能一些。如果大家还有听广播新闻的话，或者是电视新闻，很多的背景音乐还是古典音乐。那你多去找一下，就会发觉说古典音乐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在台湾最常听到应该是垃圾车的音乐。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喜欢举的是以前这个中国广播公司的那个新闻前面那个威廉泰尔序曲，对，那个像是骑马的那个感觉，让你觉得准备要进入新闻了。所以其实从这样子这个破题来看，我们就看到马龙的企图心了。他其实要让大家知道说，古典音乐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在接触。所以其实之后他又提到了说，其实看不懂或者是听不懂古典音乐，其实是一件
理所当然的事情喽。他又告诉我们，先帮我们打一下预防针了。对，那马龙其实也知道，因为我们刚刚听到说他竟然去带这群男孩说，唱歌是女孩子的事情，他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他就要很经常的跟不喜欢音乐或者是被灌植这样观念的人在一起。那他要怎么告诉他们音乐的美妙？所以他用很多很多种的方式，例如他播一些大家日常生活中听得到的音乐，或者是电影里面听得到的音乐。那这个书很特别的，也有一部分他把电影配乐也放到古典音乐这个范畴里面，特别是哈利波特或者是魔戒这些音乐的电影配乐。那我知道像哈利波特、魔戒他们的这个配乐之后还甚至有写成协奏曲。那跟台湾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是《卧虎藏龙》的音乐。那其实谭盾之后，电影不久之后，他也把《卧虎藏龙》写成了《卧虎藏龙》协奏曲。台湾在近几年还蛮常演出的。那所以我们跟这些东西不是一定是跟已故大师或者是很艰深的。那可能我们讲到艰深，可能还要提到华格纳这个听起来就很恐怖的名字。这些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其实跟他们很亲近。好，所以可能第一阶段我们的恐惧可以暂暂消除，但是真的去接近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跟我一样有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的听不懂。好像比如说他里面也提到了，在书里面他说到说，其实他连他自己他都会出现说数不清，试着在音乐会场里面读节目单，但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听的是什么乐曲，甚至回家以后还在想到底我听的是什么。这样的经验值其实大家都有哦。我自己去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还蛮会让自己去陷入这种困境的。但是我觉得马龙在这部分其实讲得很清楚，是说他打了预防针。另外一个是说，古典音乐的确有的很无聊，的确有的很难听，所以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对，但是那个困难入耳或者很难听这件事情，对其实很多现代的古典音乐、严肃音乐来讲，那是它的目的。那个目的，例如其中他有提到比较多现代的音乐家，很难听的音乐的目的，就像是因为他要解释我们现代生活很辛苦，压力很大，所以他把这个情绪转化成音乐，所以听起来就觉得比较忧郁、比较困扰。刚刚我们也稍早也跟主持人提到说，为什么有些听起来就像喇叭声在那个街道的那个杂音，它就是要呈现那样子的感觉，和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其实马龙在书里面，我个人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个部分是，他其实呢破解了我们对于古典音乐的恐惧之后，他也提供了很实用的入门的方法。对，真的让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比较好、比较容易的去接近古典音乐。像是他也提到了说，可以整理自己欣赏音乐的方法，像是可以选作曲家，也可以选演奏者，也可以选特定的年代，这样子比较有系统的去接近。可以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可以，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听音乐跟马龙，在我看到这一章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莫扎特都是天才音乐家的话，那他能够有什么样不同的方式？所以莫扎特写过了不止钢琴奏鸣曲，他写交响曲，他也写歌剧，那还有很知名的莫扎特也写了这个安魂曲，他也写了弥撒。那我们光知道一个作曲家像莫扎特他有这么多的曲类，我们就会想知道说他每一首曲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看光这本书，还有很多古典音乐书都会介绍到说莫扎特很多曲子他在这里出现过，在那里也出现过。那你会听到他的一些奏鸣曲、钢琴奏鸣曲的声音，你会在他的交响乐里面听到，你会在他的歌剧里面听到，就找像侦探在找线索那个关系。那你在听莫扎特的这些曲类，就会觉得很特别、很好玩。那
那知道说莫扎特跟贝多芬有一面之缘，那你就会想说，那请问那贝多芬在跟莫扎特见一面之缘这个时候，影响了贝多芬后来什么东西？那你就开始听贝多芬的早期的这些音乐和贝多芬后期的音乐，想知道它什么不同。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从其中去听的。所以其实我们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可能就不只是在听节奏或者是听拍子了，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感受它的故事性了。对对，那其实刚刚英哲也提到，就是说可以多了解一些它的前后的背景。其实马龙也提到了，他说其实在我们进音乐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毫无准备进去，自然也比较容易没有办法理解。其实可以多做一点小小的功课，对对不对？那马龙在这边他其实很坦白的跟大家讲说，像刚刚主持人讲，马龙很常进音乐厅来，因为我们一进音乐厅有时候匆匆忙忙的刚下班赶去音乐厅，还来不及拿节目单就坐上去了，然后演出也开始，然后就想说这个是谁的音乐啊。我自己其实最近会蛮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想坐在那边，然后我想让音乐来告诉我，我不需要知道今天是演奏谁的曲子，但是我想要知道今天这个曲子给我的情绪感受是什么。这是比较高段了。没有没有，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玩的部分。那当中场的时候，我才去拿节目单说啊，原来像我上个礼拜听了一个德布西的演奏会，啊，原来德布西也有这样子的曲子，我怎么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嘛，不用说好像去考试一样，不用好像自己去接受什么检验，自己到底水准够不够。其实可以用一种比较开心的方法，先了解它也很好，然后如果不了解，就纯粹的去感受它也很好。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这样没有压力的去听音乐，这样才会对自己比较开心一点。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个人还觉得果然这个马龙是现代型男，我相信他也很了解现在年轻人的一些习惯。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在看着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说其实他是在玩古典音乐，因为他里面有很多 QR code， 你其实就是可以当他讲到某一个乐曲，当他在解释某一个乐曲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对着他在书里面有这个 QR code 的部分，对，你就扫进去，立刻那个曲子就出来了。我相信这样子的方式对我来讲，我个人的感受是，哎，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可以立刻听那个音乐，甚至看那一段演奏。那对年轻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操作型的阅读，而不是一个很枯燥坐在那里的阅读。对，这个设计上很有趣，跟我们说一下。刚刚主持人说这是马龙的设计，不对，这是我们台湾独有的设计，是吗？这是只有目前只有台湾版本是这样子的，因为马龙推荐的是另外一个网络的版本，但那个版本在台湾无法注册，所以我们在想说，可是台湾的读者也应该要用这样子的数位互动的方式，对，那我们就用了这样子的方式，用QR code 直接转成在 YouTube 上。那也跟大家提醒，其实 YouTube 是现在听古典音乐非常棒的一个管道，只要你想得到的古典音乐在 YouTube 上都找。那当初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玩法呢？其实也是想，因为马龙是用了一个欧洲才能用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希望台湾读者也可以用这样子互动式，马上就可以听得到那段音乐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想了说，怎么样可以让读者马上就有互动感？那 QR code 在这个时候就浮现，那就让读者可以直接照着这个 QR code， 我们就可以上网去听到这个音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方式，或者是这样子一个了解古典音乐的方式，其实也算是要让很多人
更轻松的去接近它，用途也在这里吧。对的，对，那这个当然也是进入一个阅读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状况，就是像这样子古典音乐的书，我们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交互利用。那也是希望说以后所谓数位阅读，我们该进入的一个状况吧。所以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不能再说古典音乐很古板了，因为其实它是非常跟得到这个新时代的科技的。是啊，是啊。在书里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里面也提供了一些蛮有趣的小故事，像是刚刚英哲提子也提到了有很多作曲家的小故事，这样子会让我们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特别的感到，背后的故事性会让我更理解这首音乐了。对啊，马龙其实有一整个篇章叫做你必须知道这些音乐家的二三事，那你当你知道这些音乐家的小故事，你也有一点像是准备好了俏皮的说，原来莫扎特的爸爸是小提琴家，但是莫扎特自己不是很喜欢小提琴，那你就会想去听听看莫扎特跟小提琴之间的互动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故事的。或者是莫扎特在后期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双重奏，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协奏曲的部分，是为了给当时会弹奏乐器一些贵族所准备的。那有一些是给音乐家，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趣，你就可以开始去听说，原来这首曲子是专门写给一些会弹音乐的贵族去弹奏，那这首曲子是写给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厉害的音乐家，那他所赋予的技巧就完全不一样，一个非常简单，一个非常难，但是两个出现的声音却是一样的深厚，一样的有趣。那我觉得读者就可以从这边，或者是应该说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们可以从里面去听到说，原来这么简单的音调和技巧也可以传达这么漂亮的声音。欣赏古典音乐有好几个方法，一个可能是透过 CD， 透过影片，那可能更好的方法是直接到音乐厅里去。到音乐厅里去，像我是这个不懂古典音乐的人，我们刚进去，我们就是觉得好，我要很认真的听，拼命的听。刚开始听不懂，中间好像有一段听懂一点点了，但很快的，好像又觉得还是听不懂。他其实有提到有一个好几个阶段，对不对？对，那其实先跟大家讲，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甚至认识很多资深音乐人、乐评人，他们进古典音乐厅，他们也觉得那一段无聊，或者甚至是我认识一个资深乐评家，他说，那个听得懂的部分就是他没有睡着的部分，那其他部分他其实是睡着的，但他没有打呼就是了。那这本书在这部分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我们也还没有在其他太多的一般的入门读本看到的部分，就是盖瑞斯马龙把古典音乐的那个时间他帮我们拆解好了。他说如果你把古典音乐每十秒钟做成一个单位的话，你开始去听每十秒钟的一个音乐的变化，它组起来就会一个一个变成我刚刚讲的50分钟70分钟的交响曲。那你刚刚听到的一开始的那可能1分钟或到3分钟那一块，就是他想要建立给你一点点那个主题的部分，所以那时候还有点听不懂没关系的。对，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子是非常人类脑子非常奥妙的，真的你其实已经记忆到他其中点给你的一些资讯了。很多交响曲在第一个前面3分钟他其实告诉你一点主题了，但是他后面要怎么样这个主题去变化，还是他要怎么样让这个主题更清楚更明显，那这是我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我到底是听得懂这一点点，还是后面这个才是主题，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是他说故事的一个方式。其实这本书的内容讲的还蛮丰富的哦，虽然它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但是它其实也提到了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对，这个其实真正到现场去听的话，
仔细去感受的话，真的是有差异的。我觉得对一般读者比较少进音乐厅的，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好了。如果大家去听钢琴独奏会的时候，你会发觉票价图很奇怪，它不是一个平的票价图。我们常常不知道该选什么位置才好，特别是它如果前一排跟后一排有价差的时候。对，那钢琴票价图在这个我们看到那个音乐厅的这个图的左边会比较多高价的票价，在右边比较少一点，那只在前面一点。那为什么？是因为左边你看得到钢琴家的手所以你会看到左边这边高价的部分会多一点，因为很多人会想要看到钢琴家的手。但是在右边这边呢，你看不到钢琴家的手，但是你可能看得到钢琴家的脸，还有你可以听得到钢琴的反射的声音比较清楚一点。身为这个很资深的音乐编辑，你自己也是很喜欢古典音乐的，是你特别推荐读者要怎么样来读这本书，看哪一个部分？这本书可能是根据大家不同的这个聆听的程度，但是如果你对古典音乐像是我一样，其实我小时候学过钢琴，但是我中间大概10年的时间对古典音乐觉得是非常无聊可怕的。那后来是因为看到很多，就像听到这些音乐家的小故事，我很想知道说，那莫扎特安魂曲那么传奇的故事，那个曲子到底听起来什么样子？我就跑去借了那个 CD 出来听，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么好听的东西。那我就从那样子的开始推跳说，哇，那莫扎特安魂曲是这样，那我想听听看他的其他的这个曲子，他是不是真的音乐天才？那我想一般人在读这个书的状况之下，如果你是对古典音乐一开始是没有任何的准备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跟着书的前面到后面的这个读法。需要一次读完它吗？我可不可以读读停停，读读停停？我觉得当然可以啊，因为马龙在这古典音乐方面，他也觉得说你喜欢的部分你听进去，你不喜欢的部分你现在可以先把它摆在一边，对，跳过它。等之后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回到这里来了。那甚至有几位我们现在还蛮常演出的音乐家在这个书里面啊，例如我就直接讲马龙认为说布鲁克纳很多音乐他还是不是很容易一下就听得进去的，那他觉得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多听莫扎特，多听贝多芬，试试看华格纳、威尔第，但如果布鲁克纳现在你听不下去，那之后再说吧。接近古典音乐其实不用太古板，可以像我们刚刚跟音者聊的一样，非常的轻松，非常的随意。它就像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美好的事物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胸去接触，再加上一点小小的入门指导，其实我们就可以悠游其中，也一起来享受古典音乐的乐趣。希望今天的导读也可以让你跟我一样，开始翱翔古典音乐的美好旅程。非常谢谢音者，谢谢你，谢谢。